站住！我要接二十。我死不在这儿！杀了师姐的人，都得死。石榴也死了，他反倒失去了方向。不，他在寻找新的方向。从今日起，你顶替石榴叶的位置。有没有商队的信息？这商队的盛宴不是黑水伪造的，不是黑水伪造。天香楼掌柜家中所属甩的，一家七口，一个都没跑出来。这个康江必死的重要不是凶手。 他们一定是在等黑水。辉月华君，等我意识到时，他已经破门而出，倒在路边，断气了。不对，押送李记是凤玉郎临时起意，怎么会有人消息这么灵通呢？白里红叶，白里红叶，衣冠禽兽杀人凶手，我今天就让你戳死他！那你别拦着我。看见了吗？什么狗屁酷刑？我不怕。你不是要报官吗？你报啊！你不报，你是懦夫。爱情。